耶耶耶耶耶耶耶，这干啥的？碰瓷了这是？啊？录着录录录录一下，录一下，录了没有？耶耶耶！这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碰瓷啊？这是？啊？这不像碰瓷，这是喝多了，这是？哎呦我的妈！美女。啊！别碰啊！怎么了你啊？你要远点。这是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我还以为遇到分子，我吓我一跳。先坐这边，要不现在我出去坐一下。你是谁啊？先坐这边。你谁啊？不是我是路过的，你趴在我车上了。来，先坐过来。别弄我。咋回事？你这受了多大的刺激啊？这是喝这么多酒啊？跟那个酒味啊？别弄我。不是你这。这咋整的这个啊？怎么搞？你问一下有没有他家人的联系方式吧。啊，坐成这样子呢，还联系方式？你问一下。你家你这远不远呢？啊？家你这远不远？不知道。这可能现在我肯定问不出来。我还要喝酒。你还要喝？我的天哪！你这样子还要喝？还要喝酒，别把车给我磕坏了哈！还要喝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妹，你家是哪里的呀？离这不远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喝这么多酒啊？来，在这边坐一下先，坐一下，来，先清醒一下哈，先清醒一下。我这样的事情，我还真的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呢。问他家哪里的？你家应该离这里不远吧？啊？是不是附近？我不知道。电话呢？你跟谁喝酒的？那手机检一下锁。啊？先照一下。他没有搞人脸的，这个。没搞人脸的。我不回家。你不回家，你不回家怎么办啊？这里不回家，一个人在这个荒郊野外的多危险呢啊！他应该家就在这附近，我怀疑，不可能他就在这个地方啊。你给他手机那个，滑上去，这苹果的，你给他对着他脸滑上去，看能不能解开来。不行了，要密码的，就要不把他搞车上休息一下。好，要不扶到车上休息。搬上去吧。嗯，脚伸进去，脚。脚伸，脚这个脚，美女你不要吐啊，我刚洗的车啊，吐着跟我说一下啊。这怎么整？把它，这怎么给它清醒一下？行。哎呀，我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呢？车上有没有水？给他弄瓶水吧。哎，小瓶水没有了。来，美女，来先喝个水，啊？喝酒？喝啥酒？喝水，先醒一下，好不好？喝酒。先喝一口水，喝个水，清醒一下，啊，清醒一下，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这酒怎么那么难喝？这啥酒啊？这是水呀、啊？真的，看他喝酒呢，我就恼火。这都过去40分钟了，还是那个样子，怎么整呢？还是要想办法联系到他家人朋友。这手机解不开呀！哎呀，灯打开了。兄弟们呢？我说这些兄弟姐妹们哈，一定就是不要去喝这么多酒了。喝这么多酒啥意思？你要对醉成这样子了，要不遇到我们两个人的话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今天晚上，美女。还睡着了，反正睡着了怎么办？不然就找个酒店让他自己先住呗。那就只能这样了，那什么办法？不可能我们跟他耗一晚上啊。走吧，走吧，找个酒店。走吧，我们去找个地方吧。哎呀，美女。干嘛？到酒店了，去休息吧。我不去。这咋整呢？哎，有电话来了。
喂，你好。雪儿呢？哦，他喝醉了，然后刚才我们被我碰到了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姐妹啊，那个。哦，哎呀，这搞惨了！你这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住啊？我把他给你送过来呗。我们是一起住的，那麻烦你帮我送过来一下吗？这在什么地方？你把地址说给我，我帮你送过来。在川金小区。哦，行行行，那你再等我哈，我马上过来哈。好的。你等着，别动啊，在那边哈。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终于，哎呀，这下子放心了，这下。搞到11点了。走。美女，那个是你闺蜜是吧？对。哎呀，喝的烂醉了。在车，没事，在车里面，然后你把她送回去。好的，麻烦你们了。哎呀，折腾了2-3个小时，终于把他送回去了。所有兄弟们哈，以后喝酒悠着点儿啊，真的喝酒伤身的。如果像今天那个小姑娘，如果遇到坏人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悠着点，不要喝太多酒了。